这是咱用了巧克力挤肥的这个飓风葡萄。啊，飓风葡萄现在是刚出芽。哎，这是咱的用咱巧克力的当然效果。咱这边巧克力基本上都是用这个用在这个葡萄上了，是吧？对。啊，有什么效果呀？咱看着。嗯，用了巧克力的葡萄，出芽早，看着比较壮。巧克力就是好，巧克力真棒。